宝贝，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。我们先来读圣经，今天要来看的是《使徒行传》13章1到3节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，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、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从这段经文看到，耶稣说福音要传到地极，这个大使命的行动在安提阿教会拉起了帷幕。从十字架浇灌下来的爱在安提阿教会发光发亮，不同种族、不同社会地位和工作的人，甚至是高官的第二代都归信基督。这群人组成一个因十字架而来的侍奉队伍，人们从他们的生命里看见慈爱的主耶稣。好，让妈妈带宝贝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发动全球各地宣教的圣灵与圣父圣子合一的神，祈求激励每个教会的宣教勇敢高举福音的旗帜，圣灵的大能充满你每个儿女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